接着看这个第二段，众海云集啊，总有十方，每一方呢就是一段啊，一个小段，前面四方啊我们念过了，现在再从第五段东北方啊，我们把经文呢念一遍。东北方过时佛刹微尘俗世界，由世界名优波罗化色，佛号明相智，必有菩萨名功德手，与十佛刹微尘俗住菩萨居，来以佛所道义作礼，即于东北方化作莲花藏，四字之作皆加佛作。这个跟前面四方完全相同啊。我们把经文念完之后再来看清凉大师跟李长者啊给我们的讲解，请看第六段。东南方过设佛刹微尘俗世界，由世界名金色，佛号究竟智，必有菩萨名曰末首啊。这个字是错的啊，这个不是字，是目啊，上头没有这一撇啊，目首啊。这个注解里面呢没有错，这个经文里这个是一个错字。与设佛刹微尘俗住菩萨居，来以佛所道义作礼，即于东南方化作莲花藏，诗词之作皆加佛作。这一段呢，这个上首菩萨的名字啊，注意改一改。第七段呢，西南方故设佛刹微尘俗世界，由世界名宝色，佛号最胜智啊，这个佛号都有一个智啊。必有菩萨了名精进手，与设佛刹微尘俗住菩萨居，来以佛所道义作礼，即于西南方化作莲花藏，四字之作皆加佛作。第八段呢，西北方也是过设佛刹微尘俗世界，由世界名金刚色，佛号自在智，必有菩萨名法手，与设佛刹微尘俗住菩萨居，来以佛所道义作礼，即于西北方化作莲花藏，四字之作皆加佛作。第九段呢，下方过
设佛刹未成俗世界，由是界名波利色，佛号梵志。必有菩萨名智首，与设佛刹未成俗菩萨居，来以佛所道义作礼，即于下方化作莲花藏诗词之作，皆加佛作。末后一段，上方，上方过设佛刹未成俗世界，由世界名平等色，佛号观察智。必有菩萨名贤首，与设佛刹未成俗菩萨居，来以佛所道义作礼，即于上方化作莲花藏诗词之作，皆加佛作。这个一大段经文，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流水文，啊，就是大致上都是相同，可以一次念过，啊，念完之后总的来说，我们看看清凉大师给我们的开示，啊，就是这一大段的讲解。众海云集，即现象大粗十句之问，啊，所以这也是神通的实现。啊，前面十句在这个直而疑问开端的时候问过佛刹，佛刹庄严，问过佛刹体性，啊，这在前面呢都跟诸位介绍过了。那我们在此地看世尊呢，这个事相大，这个意思很深，也非常重要。如果明了之后，我们就晓得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无疑不是表法，无疑不是世尊在此地帮助我们觉悟，啊，随之现象达粗十句之问呐，啊，光现佛刹，这是答佛刹问，啊，那么诸位要记住，这是佛显神通啊。神通里面变现出来的境界，那么叉有金色，我们这里看到十个佛叉，光色不相同啊，这是达庄严，啊，
是刹庄严大佛刹庄严问呢、啊。那么既然是精诚的了，也就大了差题了。这个题是讲的智体，我们要懂得佛法里面讲体有两种，一种是性体，一种是智体。性体难懂，智体好懂。譬如我们这把扇子，这个扇子的体是什么呢？这智体，这是纸做的，这纸扇。这个扇骨是竹子做的，所以它的体是纸和竹子。东方世界它的体是什么？体是金的。我们也不要把这个文字看得这么呆板呆板就错了金是七宝之一，体是七宝称为金色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七宝里面金占的比例比较多。所以就称它为金色世界。这一个佛刹里面有这么多的菩萨。菩萨是圣人呐，三贤是圣呐，地上菩萨是圣人呐，这个摄住摄行摄回向是贤人呐，圣贤这么多，这也是刹庄严。这个庄严有两面，两方面的。一方面是人的庄严，住在这个地方的众生庄严。德高、智广、智深。第二种是物质的庄严，众宝所成的世界。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比较上清楚了。是在物质的世界是随着这个地区居民心念变化的，这个地方的居民心都清净，念都善良，所有一切物质自然就变成了珍宝，无量的珍宝。境随心转嘛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嘛。就回头想想我们这个世界，在中国典籍里面所记载的只是在三皇五帝那个时代，
人的心地厚道善良啊。往后这2000年来啊，中国可以说从春秋战国一直到今天啊，2000多年了，人心逐渐逐渐呢变了，道德伦理的教诲失掉了啊！中国古时候这一般群这个人民都能够遵守道德仁义，是有圣贤带头来做啊，当时的帝王大臣没有私心的啊，确确实实他们作为一个部落的领导人啊，那是一个部落，就是一个小国家了。他绝对不是为了自私自利，为了个人的权位享受，没有，没这个念头。他过的生活跟一般平民完全一样，啊，完全是为社会大众服务。这个心呢，这个心好。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给社会大众做模范啊。那个时候没有学校，到哪里学的？哎，你看看我们的领导人，看看我们带头人，他是怎么做的，他就是我们的好样子往后，道德仁义逐渐逐渐淡薄了。啊，这个观念越来越淡了，欲望呢，越来越浓啊。欲望代替了道德，啊，到中古以后，啊，也就是宋以后，道德仁义衰了，人欲横流啊！啊，到近代一个世纪，道德仁义没有了，没有人在说了，听都听不到了。当然，你更见不到。现代人展开中国这些古书，看了看呢，跟现在社会完全不一样，于是打很多问号，怀疑呀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一般好像
这个有一点道德观念人他们的理想吧，这哪里是真的？啊，那么尤其是这个世纪来，西方科学技术发达，对东方产生很大的影响冲击啊。啊，东方人把自己东西完全抛弃掉。向西方学习，啊，西方的观念，竞争、斗争，最后是战争。啊，现代的战争非常残酷。啊，武器太可怕了！我们冷静的思维，现在这个时间，佛法里头所说的。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果报啊，累积的是什么呢？不是善业，是恶业。如果生生世世累积的是善业，你不会到这个世间来。为什么呢？给这个世间的人没有共业。你到哪里去了？天上去了。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呢？那个地方所受的是福报。啊，人间是一切不善业造成的苦报啊。我们细心观察，活在这个世间，哪一个不苦呢？贫贱人活得很辛苦，富贵人活得也很辛苦，啊，甚至富贵人生活得比贫贱人还要辛苦。贫贱人劳身劳力了，不劳心呐；富贵人劳心呐，我们讲操心呐。一般都是身心不安，啊，所以今天的社会，自杀率很高啊。每一天都有很多起啊，啊，在这个世界各地啊，人活在这个世界失去了意义，不想活了。啊，不但老人自杀很多，啊，年岁大了，
又有病苦，没有人照顾，不如早一点走吧。这还情有可原，那仔细观察了，青少年自杀，这为什么？小学生、中学生自杀，一般讲大概是功课压力太大，他受不了。他活在世间没有快乐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们在这个经上所看到的，宇宙无穷大了。又何况，大宇宙里面有无边无尽无量的重叠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这是不思议的心性啊！心性是变了，发而如是啊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心地清净。有清净的世界，心地善良有善良的世界，心地慈悲有慈悲的世界。那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啊，心地充满了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，这有娑婆无著卧室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没有能力转变境界，也应该懂得选择世界。这世界这么多，我不想在这里住了，怎么移民啊？像在这个地球上，哪个地方你觉得住的不合适了，你可以移民到其他地区去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可以离开娑婆世界，移民到其他诸佛刹土。到哪些诸佛刹土呢？佛在49年教学里面，确实给我们介绍不少的诸佛刹土。他给我们介绍，单单是诸佛的这个刹土名号，
一万多啊，我没有统计啊，但是我保守，最保守的估计不会少于13000啊，这是佛给我们说出来的，没有说出来的不晓得有多少啊。你看这个地方一讲就是，你看故设佛刹微尘数世界，这是以华藏为中心的，华藏世界以外的都像华藏一样的大世界啊，这个世界不是讲娑婆世界，娑婆很小啊，啊，一个大千世界，啊，那么这个世界是讲大世界，讲华藏世界，无量无边的，我们在这里看十佛刹了，往下你就看的时候，百佛刹、千佛刹、亿佛刹。佛刹微尘数佛刹，那个数字没有办法形容啊！啊，所以真正的庄严不是别的，是德行、道德了。啊，这些菩萨了有道德，啊，这大菩萨们真正觉悟了，有德有智。有能啊，这查庄严啊，所以这个大师说，菩萨大宝以为言故啊，这个大宝就是大智、大德、大能，这是宝啊。啊，世间物质里头，说老实话，没有宝啊！啊，你要看清楚了，物质没有一样不是平等的。啊，金刚钻、宝石跟泥沙是平等的，只是它结晶不同啊。清净心，善行善意，泥沙就变成宝石。啊，心地不善，不清净，宝石就变成泥沙。它的体是一，不是二啊。它随着外面给它的讯息，自然产生了变化。啊，这个道理，法性起用啊！啊，法性的作用，法而如是。我们真的把这个道理搞清楚，事实真相搞清楚，我们对于所有一切的世界，心就平等了。对于所有一切万事万物，我们再也不会执着了。不但不执着，分别心都不起了，平等。正法界啊，
这是我们入法界最初方便的学习。般若经里头讲的非常多啊，这夜叉清净啊，这也是我答复啊，佛叉清净，纯净佛叉为菩萨故，上面从十方来的这些菩萨，这些菩萨人数太多太多，设佛刹微尘数菩萨，每一方都这么多。啊，这些菩萨，他们所修的纯净纯善。进修反省是差成就，净土行故，行故啊，反是印度话，意思是清净，进修反省。就是修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真诚心，就是平等心，就是正觉心，就是慈悲心。没有丝毫夹杂，没有丝毫染污，这是祝福净土成就啊！净土是祝福如来的报土啊！一差清净，所修净故，啊，修什么呢？就修这个净，心要清净，身要清净，境界要清净，无疑而不清净啊！净土教里面常常说，心净则佛土净。这个地方，佛事相大，庄严讲得多，清净讲得多，清净庄严啊！什么是庄严？清净是真正的庄严。没有比这个更庄严啊！我们每天念赞佛偈，
念回向记，庄严佛净土，用什么来庄严？世间人不懂啊，用床幡、宝盖呀、香花之类的。有福报的人，造七宝宫殿，以这个为庄严。佛慈悲，佛恒顺众生，你们觉得怎么好就好，佛没有意见的。真正的庄严是清净心的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的真正庄严呐！为什么能把秽土转变成净土？你才懂得这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庄严净土，庄严佛刹了。所以我们所修修什么？修正我们的思想，修正我们的念头，修正我们的想法看法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起心动念，思想境界都与性德相应，真正庄严佛净土啊！性德是什么？性德无一物啊！无一物就是纯净纯善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立刻不用思索，立刻就能够正确判断邪正是非啊，立刻能判断。这是智慧，决定没有染着，那是清净。《金刚般若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不着四相啊，不着四见啊，这叫修净业。换一句话说，
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这是业。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不着服务的相啊，那就净了，那叫净业。果报是净土，净土很多。一切诸佛如来的报土都是净土，啊，大乘佛法里面讲四土：常寂光土、十宝庄严土，这两种是净土，纯净纯善。第三种呢，方便有余土，小圣所居，小圣修学的处所，啊，最后第四种啊，凡圣同居土。这里面迷得深的、业障重的，不知道修行，迷得轻的、业障浅的，渐渐觉悟，知道修行。居住环境、生活环境，要想向上提升，第一个条件就是敬业。啊，这个绝不是专指弥陀净土啊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无论你希望将来生到什么地方，你所贫瘠的都是经验。诸位想想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要不在这上留意，不在这上下功夫，我们就错了。啊，没有这个观念，修学一切法门，古大德所谓啊，四倍功半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啊，你修行的很苦啊，修行的很累啊，你得到的结果很少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的方向目标错了。啊，方向目标正确，我修清净心。我修清净行，我修清净业，哦，你这个成就肯定是事半功倍。你的成就非常殊胜啊，不可思议啊。啊，起心动念。
言行举止与真诚、清净、平等相应。这经义啊，那么大师在这一段后头一句说：“此以上啊，大五句疑问。”坚达无惧正报啊！啊，正达的是无惧一报。佛刹，佛刹庄严，佛刹体性，佛刹清净，佛刹成就。啊，这正达了。坚达无惧正报，为什么呢？佛刹里头有佛啊，即见如来做莲花藏，是大佛住。佛住在哪里？啊，莲花藏是佛住，后面还会详细解释什么叫莲花藏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透一点意思。坐这个字，不是说我们坐在此地。啊，坐的意思是安住不动，主要是讲心啊，你的心安住在哪里？啊，我们世间一般人讲，念兹在兹啊。啊，你的心呢？念什么？有念就是有住了。莲花是清净，是不染污。我们从这个表法的意思上你就晓得了，佛住在哪里？佛住在清净啊，佛住在平等啊，佛住在真诚啊，所以清净平等真诚正觉慈悲就是莲花藏啊。啊，藏含藏的意思，这个里头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啊，无量的无量啊，这个三类呀、啊，通通都包括了。佛心安住在这里啊，
用莲花来代表的时候，特别显示出清净。所以我们修净业的人，就是修清净心的，心清净的，还有什么不清净？一切都清净。念头清净了，思想清净了，一尘不染了。对这个世间，对人、对事、对一切万事万法，确确实实没有自私自利，你才能修清净。有自私自利呀，自私自利是染污的因素，只要有这个东西，你一定会染污。你没有办法了，做到不染污。真正做到不染污的人，没有自私自利，无我，无我就不染污了。有我哪有不染污的道理呢？大乘法里头一个讲无我相、无我见。这个重要我这个身在这个世间是为众生服务的我为众生呢，不是众生为我，我为众生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我已经被染污了。这个理很深很深。现在时间到了。